Hello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午安 ，Hello， 安午安，科技鱼午安，洛克午安，剪头发对，剪头发了，没想到这么短，我还没有很习惯。还不习惯这么短，我以为不会这么短，结果一剪居然这么短。你要说吹风机啊？哦，这个切换在跟我要东西，哦，他要面试。好不习惯，我也还没习惯，我觉得好短哦。可是我觉得蛮凉的，而且洗头应该很快。但放心啦，我头发长很快，一下就长长。我是想说先剪啊，这样子到时候才有空间长长，所以我就剪了。对，但剪完之后发现好短哦，就还没有很习惯。我昨天一回家，室友姐姐就说很像白龙。因为我还有烫离子烫，因为我其实是去烫离子烫，顺便修一下，所以现在刘海应该蛮直的吧？对，因为我不敢用那个叫什么，因为我刚烫完，我不敢用离子夹刘海，我怕它坏掉，所以我想说好像洗过头之后才可以用造型什么的，所以我今天就只用了发卷卷刘海，所以它现在很直。总之呢，就是一个非常短的头发，不过它长蛮快的啦，应该一个月就会回来一点。对，这是我人生最短的头发。谢谢志宏的时空旅行车，谢谢志宏，头好像变小颗了。对，我刚刚在拍那个圣诞 T 的业配的，谢谢志宏的王林杰骷髅。我今天妆比较完整，因为刚刚在拍这个业配照，还没修好图，应该这几天会发。大家记得要预购我的圣诞 T 哦，预购只到11月7号而已，对，非常短，你们只有剩几天的时间，再不买你们就会错过了小贝贝的。圣诞题。我后来看日期才发现，哈，只有一个礼拜预告时间，然后我照片都还没拍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今天赶快拍一拍，因为修图也要时间嘛。谢谢金佑的大声说爱你，谢谢金佑。写真吗？没有，这是圣诞题，对。这是我今年生日的纪念 T 恤，然后只有预购到11月7号，目前在官网上都可以预购，欢迎大家来预购我的圣诞 T， 错过就没有了，直到11月7号哦。然后我的设计理念就是，这是我本人，然后披着小贝贝，因为我有一条从小闻到大的小贝贝，在这边。我每次有它的时候就很有安心感，所以这是我披着这个小贝贝的样子。然后这个日文就是拼小贝贝。欢迎大家预购买起来，大家记得自己一件，然后可以送别人一件，记得买个5件。推坑你的朋友们吧，这真的很实穿。你们平常出去也可以搭个黑色外套，戴个帽子，男生也可以穿，就是很像 Uniqlo 那种 T 恤，很容易穿出门的设计。对，我刚刚有拍月配照，大家可以再 follow 我的 IG， 到时候就可以看到我的实穿照片。我有搭配了好几套不同的穿搭，那你们也可以比较好参考。谢谢微积分大师的红玫瑰，头发长度跟圣诞 T 更像。对，昨天去剪的，昨天去烫头发，烫直就不会有奇怪的角度了。然后修了一下，现在
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很帅，因为怎么说就是很像职场干练的女性。等等，再去下一件。我刚刚在看我拍的照片，很好看。大家等我的照片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先预购，然后等我的照片，然后再加码一波。明明就很可爱，谢谢博云的星辰。对，我刚刚拍照的时候也觉得我头好小一个。所以小千在哪里？谢谢 Holing 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。以为平安会染，我这次没有染的，因为如果我想说我烫头发就不要染头发，太伤发质了。但下次有考虑，可能想染一点，再浅一点的咖啡，想试试看，但还没有确定，还在犹豫中。Link 需要眼镜，有眼镜版本哦，眼镜版本吗？刚刚没有拍眼镜耶，刚刚没有拍。不是说要挑战发片，有啊，最近就也一直在想生日会要穿什么之类的，因为快到嘛，12月份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生日会、生日周边，虽然还没有就是公布时间，但是大家可以先期待一下。Hello， 梦汉，有胖子穿搭版本吗？没有，这个有非常多的 size， 一定生日 T， 谢谢 Park 桑，变短了。居然这个超前部署，我太快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想说请大家先期待。对，今天短发好正，我觉得我现在看起来很帅气，有没有？干练的女性，头好小，还不太习惯。今年生日会周边也是走实用的嘛，我先不透露太多，因为还在讨论中。对，先不透露太多，但大家期待一下。更像白龙了，真的好短哦，下巴到下巴。刘海是不是长长？没有，应该是因为它比较塌，因为我今天不敢用离子夹夹，只有用发卷，就没有热热的，所以它，而且又刚烫完，所以比较塌。可能要洗过几次会比较自然。拜拜志宏，上班加油。洞洞今天放另一边，看来爱上短发。没有啦，想说修一下，结果没想到这么短。我是觉得再长一点点可能会比较自然。谢谢肯尼的枫叶，大家前天的那个有去球场吗？我看到有些人有来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来。之前就摆那边，对啊，我的洞之前就摆这边。会不会越卷越短？不会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最短的极限了。对。这应该是我最短的极限，没办法再短了，再短我有点没办法驾驭。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圆滚滚的枫叶，谢谢 Parkson 的偷偷喜欢你。大家有看那个转播吗？还有来现场吗？希望大家很喜欢我们的开场表演，还有开球。开球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有把球送给我，我觉得是超级有纪念价值的。你们看。而且这好像听说是职棒标准球的样子，我觉得很有纪念价值的，是我人生第一次开球，可能这辈子也只有这一次吧。然后上面有写2021 Club Official Ball， 哦对了，它应该是就是职棒的球吧。然后下面有的 CPBL 的棒球，我觉得超有纪念价值的，他就直接送给我们。而且我不是因为那个离太远，投手丘跟
离捕手比较远，然后我真的用尽我生命中最大的力气丢出去了，可是我真的还是丢不到。我觉得力气跟小迪很厉害，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。那真的超级远，真的超级远的，而且我们是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经验。我们是开球前在那个他们后台的，好像有个练习的场地吧，练了大概四五球而已，对，然后就直接上场。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投过棒球，然后就是开始前去练了四五球，对，就真的四五球。然后我练习的时候也都丢不到，然后我就一直问说，嗯，正式的时候也会这么远吗？他们说差不多哦，然后我练习的时候也都丢不到，可是我一开始丢很歪，练了四五球后有比较直一点，对，还好有练习，不然应该更可怕。谢谢谢谢那个选手们陪我们练了几球，我真的丢不到，我直接打到土，然后上面还有土的痕迹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直接看到土的痕迹，也算是蛮特别的回忆啦。谢谢佛佛猫的掌声鼓励。我觉得说小迪跟雷奇超强的，雷奇说他之前好像小学的时候有投过，然后小迪的话好像也没有，但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他们的力气而且投得很直，真的是我开球成就解锁，开心，蛮好玩的经验，而且还丢完球之后跟选手们一起喊加油，是超级特别的回忆耶。应该这辈子很难有机会再跟选手们一起这样喊加油吧，而且是直棒耶。刚进来，谢谢柯基鱼的红玫瑰，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史努比的红玫瑰，就跟他们一起喊加油，然后击掌，超级特别的。很好玩，开球上面没有签名，还是我自己在上面签我的名，以表示纪念。这个球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拿过棒球。对，以前小学的时候打过乐乐棒球，但是是那种软的球，就不是这种真的棒球。它有布的味道，哎，好特别。它是皮吗？皮是真的皮，有皮的味道，好厉害哦！棒球，觉得很新奇，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领域。球其实蛮重的，我那时候在场上看选手就是投手投，我就想说，我刚刚就是跟我刚刚开球同样的距离吗？他们可以投的那么直，而且又那么快。我觉得超厉害的呀，就是我有想说，这是刚我开球的那个距离吗？认真吗？我就看他们的球速很快，而且很直，超强。那个被那个投手的球打到，应该直接送医院吧。球有点重，所以打到会痛。我那天在现场之后，好像他们有打界外球的时候都会提醒的，对，就说界外球请注意。打到会上的，谢谢幻影战士的星辰，我就觉得好厉害哦！被触身球大腿过，整片紫掉，太可怕了吧？那个 K 掉会受伤，我们应该还有站比较近。界外球请注意安全，我就是蛮喜欢到球场的那个氛围吗？很青春热血的感觉，对，蛮喜欢的。而且那天有跟 Lakuten Girls 一起跳应援舞，我知道，就是我那边西区吗？是西区吗？我那边的那个姐姐蛮好的，就是戴口号的姐姐，她人好。我后来就去 follow 了她的 IG， 好像叫宋晨曦。宋晨曦，我觉得他人超好，很 nice， 然后还先教我怎么跳，然后跟我说往哪一边啊，往哪一边啊，然后就是怎么说很潇洒的那种个性，洒脱的那种个性嘛，帅帅的，
超喜欢他的哎、欸，然后回去立马追踪他的 IG， 他有一直在关心你，有啊，他人超级好的，然后我就直接 follow 他 IG， 谢谢他的那个帮忙，好喜欢他的个性哦、喔，就是那种很洒脱吗？很洒脱，然后帅帅的，感觉性格跟室友姐姐会很像，他人，而且我觉得他很漂亮哎、欸。眼睛很漂亮，我立马回去。我那时候看他的背后的那个名字，他们不是穿球衣吗？看他名字写什么，然后回去就搜寻他的 IG， 然后追踪他。想问开球时是不是想到地瓜，所以才投出挖地瓜？绝对没有，我那时候有一直想着拜托，希望可以投到，结果还是没办法。谢谢 TTP 棒抢的手。守护女神，一定是编号，赶快偷看名字。但我觉得他们啦啦队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安打的舞啊，然后全垒打的舞啊，然后每一个选手又有自己的应援舞，我觉得很厉害。他们要记这么多东西，我们那时候是练两个小时，对，在表演前两天吧，表演前两天，然后。有一位那个乐天女孩来特训了两个小时，对，那我们就直接上场，而且有一些是当天没有教到的，所以就是蛮碰运气。然后当天没有教到的话，就看一下旁边的跳什么，就赶快跟上这样。听过这次下一场彩带可以丢山顶，谢谢 Jace 枫叶，谢谢阿海的万寿菊花瓣，朋友不是粉丝买机票去。的坐热区说你们跳超好，真的吗？我们真的是只特训两个小时，超紧张的，很怕跟不上，而且真的有点有尽力记了，可是还是有一些记不太起来，而且有没有练过的，所以就蛮紧张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场气氛蛮好，就是大家也有跟着我们一起跳什么，所以就蛮开心的，是感觉很热血嘛。很嗨的感觉，到后面越跳越嗨。谢谢浩宽的 Pop Cat， 朋友说你们表演超棒。谢谢阿奇的一封信，超洗脑，去个十场以上就会变粉丝。真的，我现在脑中都还是那个歌，你知道吗？我会跳那个安打的歌，我现在脑中都是这个。呜呜。还有那个陈晨威的也很洗脑，陈晨威，陈晨威，陈威呼哈，陈晨威，陈晨威，陈威呼哈，超洗脑的。陈俊秀哦，陈俊秀，什么安打秀、全垒打秀、秀秀秀秀，陈俊秀，陈晨威，郭彦文，超级喜欢郭彦文。以后我就这样，你们就要这样啊！超级喜欢邱品涵，皮卡丘品涵丘，超级喜欢邱品涵，或是超绝可爱邱品涵，你们要自己唱一个啊！我期待你们的应援舞哎，有个小鸟动作啊、哦，小鸟动作蛮可爱的。其实我很喜欢他们的歌哎。然后我还有学到一首是那个客家的，我觉得那首超洗脑，很怎么说很魔吗？就是那个旋律很魔，放给你们听。就爱老哭天什么的，我觉得那个旋律真的很魔，有学到，但是当天好像没有跳到。就请家为大门，那天跳了，有学了一个客家的。我觉得很洗脑。蓝枯天，应援曲。找找看哦。
首啦，这首。谢谢塔胖达分享直播间，谢谢阿元的万寿菊花瓣。这首这首，这首那天没跳到，但是我觉得很魔。我那时候学，我觉得很魔。平安有看转播影片吗？对，行分享好好看，有啊，我有看。傻眼动作。那时候有学到，可惜没有跳到。我觉得我很可爱。超可爱的，好喜欢。他的前面，谢谢后宽的掌声鼓励，就爱老哭腾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现场的，怎么说，应援舞都很带气氛嘛。为什么那天一直吐舌头？我好像没有自觉自己一直吐舌头。好像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，但自己没有自觉。但后来回去看翻拍影片还有转播的时候，发现真的一直吐舌头哎，然后改掉这个坏习惯。我好像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，但当下会没有自觉。谢谢嘉伟的我来签到，要改掉这个坏习惯，丢完球框吐舌，因为就是。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，或是不想要一直被，就是有点害羞的时候就会这样，吐舌头。谢谢 Park Song 的和你一起，谢谢 Park Song。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去球场表演。我知道那天很开心耶，因为很久没有到这么大的场地。我的刘海真的好塌哦，整个发卷，就是很久没有到那么大的场地表演，所以就觉得好嗨，真的很嗨，然后就是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，而且还可以跟那个啦啦队一起，然后一起跟着喊口号，觉得那个气氛很燃，对，很燃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他们投手在投，然后要准备打结的时候，不是会有一个声音吗？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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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说那个投那个这样子打几手不会很紧张吗？我觉得现场的气氛会搞得我很紧张哎，我在上面看听到那个音乐都觉得好紧张哦。但是觉得那个现场看棒球其实跟电视蛮不一样的，其实蛮好玩的。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去，时刻很重要。我真的听到那个音乐很紧张哎，看到熊猫感觉特别兴奋。三振他，我真的喊三振他，超级那个的，超坏的。三振他，三振他，我那时候也在下面跟着喊，就是真的会被那个带动，真的会被那个现场喊口号的人带动。扰乱双方的节奏，那我觉得球场这种应援带动是不是蛮重要的、啊？就是那个氛围、气氛、气势会影响选手，就是难免吧，那个气氛。所以我觉得球场应援好像对球赛来说蛮重要的，好好玩哦！希望之后有机会再去。我好像目前只有去过桃园棒球场，对。我三次去球场都是去桃园棒球场，第一次是那个甄选期间有去过一次，还在当研究生的时候，然后第二次是二单的时候，然后第三次就是前天嘛，三次都是去桃园棒球场，还没有去过别的棒球场，希望有机会可以
周周去球场表演。是不是去三场都输是吗？不能怪我吧，我只是刚好去表演而已啊。明年没意外，大巨蛋会盖好，就有机会边吹冷气边看球。肯定是没念咒语。希望那天大家有看表演看得开心。结果大家后来有留下来看球赛吗？在我们离开之后，你们有留下来继续看球赛吗？挺寒，一直被干冰吓到。对啊，我一直被干冰吓到，我觉得那个喷气蛮可怕的，因为蛮很近，然后突然就喷气，我会吓到。一半就走了赶高铁哦。通常棒球的那个票有分价位吗？就是座位的不一样，还是我从来没有买过棒球票哎、欸？它一张大概多少钱啊？谢谢小鹿的看好你哦，内野贵哦，它一张大概在多少？350，所以比演唱会便宜一点点，是吗？有点像看看电影的价位，5折就走，回家都12点，350，它差不多像看电影的价钱，差不多，国际赛1000加，原来如此。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球，没有买过棒球票，不知道那个价位。平日350，假日500。而且我觉得在球场看球赛蛮好，因为可以吃东西。他不是有卖一些炸鸡啊之类的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不是坐在下面等，就是要跳舞的时候上去跳嘛。然后后面好像有的观众买炸鸡，超香，我都想说可以帮我一口吗？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吃东西。因为我通常习惯工作结束后再吃，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吃东西，超饿，然后又有人买炸鸡，超香，真的超香。我们每个人坐在那都想说，是谁买炸鸡啊？好香哦！不然品涵可以一直跳应援，很棒啊！我以后有机会想要自己买票进去看球赛，然后真的当观众的那种。我现在去棒球场都是表演嘛，还没有去看过一场球赛。想当观众，想在那边吃东西，然后逛逛那个商店。那时候我是去跳应援舞之前，从休息室走过来，然后有经过那个贩卖部，有看到他们在卖很多球衣啊、毛巾什么，真的超想逛逛的。我很喜欢他们的球衣，好想买一件哦。我记得之前好像有收过一件 LAMIGIRL 的球衣，好像生日礼物有大家送的还是什么的，很久以前了。但现在是我记得他们是乐天并那个 LAMIGIRL 的，对，所以现在的那个队名好像是乐天桃园，对，现在就没有 LAMIGIRL 了， LAMIGIRL 现在是乐天桃园。现在球场设备比以前好很多，但是球场真的什么都有，还可以吃炸鸡，我好想去球场吃炸鸡。而且那天意外的蛮凉的，我觉得那天天气很舒服哎、欸，就是果然在室外还是比较凉，现在反而室内比较闷。那天室外又有风，就坐在那边看球赛还蛮舒服的。有特殊节庆还会有小活动，我没有去过洲际棒球场哎、欸，也是这么大吗？洲际是不是在台中？是吗？从他们是高雄第一金刚开始看，但是我完全不没有接触的领域，感觉很厉害。桃园球场美食街真的蛮赞的。洲际在台中容量20000人，这么大哦！
洲际比桃园大哇，那蛮大的耶。没去过，还是下次有去台中玩去看看棒球好了。谢谢朱里恩的星辰，下次去看看棒球。台南也有，就你们逛最大的一店往下走而已。洲际棒球场是为了国际赛盖的，洲际算国家队主场物，有洲际蛮常听到的，洲际棒球场。东大上次今年赛事说可以塞多少？40,000人，好大啊！但那天是没有坐满啦，那天是坐一半吧，一半。还有趣的回忆哦，突然很喜欢那个球场的氛围，还是以后去那边跳啦啦队，啦啦队，小时候也有幻想过啦啦队，当啦啦队是不是也蛮可爱的？就在那边跳，那天外也没人，棒球全盛是20几年前。以前有坐满过吗？因为我记得我去3次好像都差不多这个数量。以前有坐满过，坐满我觉得很厉害耶，坐满的那个人数很可观，超可爱。那个他们都有自己的应援会，平衡掉一定可爱。早期常常坐满，开幕赛或总冠军赛才会坐满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也蛮想去日本看看棒球赛，因为我之前看有些 YouTuber， 例如跟 Yuma 他们有去介绍日本的棒球赛，然后他们就是进去看这样，我就觉得那个日本棒球赛也是气氛很好哎、欸。他们会有那个小雨伞嘛，对，然后好像也是应援的活动，就是好像有打拳的打什么就会开那个伞。然后现场还可以吃东西啊什么，就是那个气氛，我觉得很开心的感觉，很热血，也蛮想体验看看在日本看棒球赛。日本也会有这种啦啦队吗？日本的应该也很可爱吧？日本女生跳，日本的也有这种啦啦队，穿球衣的球迷。有，开雨伞是养乐多燕子。日本有啦啦队，但只有开场跟中场休息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日韩都有。有啊，我有时候看一些韩团，然后他们就会去棒球场跳舞。对，日本规模没很大，所以是台湾才会这样跳的。对，日本的只有。中场，原来如此。那我觉得那个文化蛮特别的啊，就是这种啦啦队文化，很。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这种蛮很带气氛啊，这种啦啦队文化很带气氛、欸。啤酒桶小妹，台湾啦啦队学韩国，所以跟韩国比较像哦。谢谢李真的 Kiki 做你的喵。台湾这套是抄韩国的，原来如此。台湾把啦啦队发扬光大，也是蛮厉害的啦。真的，现在很多啦啦队的女生都超红的，像那个圈圈吗？圈圈、果果啊、林淡、林香，他们都超红的，而且真的很可爱。是红到日本去的那种，因为我就是要背那个应援舞嘛，所以我就是在去之前做了一下功课，然后就上了 YouTube 查一下啦啦队应援，然后就 Google 到很多什么圈圈啊、果果啊、林香之类，然后是那种日本人在看的哦，就是打日文的那种，我就觉得好厉害哦，他们真的是红到可能国外，红到日本去，好厉害耶，那真的蛮可爱的。
然后看觉得好漂亮哦，真的台湾的啦啦队很厉害。谢谢卡木伊的红玫瑰。品涵是不是查到春春跳橙子好应援舞？好像是吧，反正就查到很多炸裂什么这样，对不对？日本人好像很关注春，果果也很红啊。这次有跟林淡交流到吗？有看到林淡，可是没有讲到话。也有看到林湘，还有之前那个诗雅异想天开的那个几位成员都有看到，曲艺吗？曲艺懒懒迷生，这几位我比较有看，因为异想天开认识，就是比较知道的几位有看到。你们后台好像不同个，谢谢李真的枫叶。安安之前直播也有跳过炸裂橙子，好，再来看一下好了。炸裂橙子，好。春春果果，180,000哇，4,300,000呢，而且是打日文字。台湾大人気の春果炸裂橙子好 Psycho No Dance， 很厉害耶，好可爱哦，春春。次公演要带加油棒，炸裂橙子。品涵要来学一下吗？谢谢后宽的掌声鼓励。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炸裂橙子好，一级炸裂橙子好。我是说你比他可爱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也很可爱，他们是真的很可爱，就是连女生。我看都会一直想继续看的那种，然后再来看看影片，就是连女生都会一直想继续看下去的那种，很可爱耶。Hello， 佩佩你好，我真的会看着一直笑的那种，我是不是痴汉啊？好可爱哦，而且身材好好哦。我喜欢看好身材的女生，我是个大叔，奇怪的大叔，我喜欢看身材，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，我在痴汉笑哎，我的那个笑容不小心露出来了，好好看哦。而且他们球衣也好好看啊，我真的好喜欢棒球衣哦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穿的，可以大方伴随偶像看春春了，真的好好看哦。我觉得狗狗也很可爱，春春狗狗都很可爱，
林香也很可爱，林香身材也超级好。我那天在事前做功课的时候有，因为林香是 Rakuten Girls， 然后就有看到她跳的应援舞，然后就点进去看，那个身材真的是很厉害，很好看，而且脸又很可爱，真香真香。小贝贝好像滴到口水了。对啊，啦啦队身材都好好哦。我是不是没办法当啦啦队了？我身材不好。青春的感觉，啦啦队都是精挑细选。谢谢博云的紫蒲守护灵，我真的看到如痴如醉啊！我已经没在看棒球了，我都在看啦啦队。他们这个是在日本吗？他们在 Tokyo Dome 哎，哇，可以去日本。表演也不错哎，就是有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可以跟着去。来看一下果果，果果好可爱，他戴猫耳朵。目不转睛。对啊，如果啦啦队在上面这样跳，球员有办法认真打球吗？或是观众有办法认真看球赛吗？都在看啦啦队吧。果果好可爱哦。所以球员在上面，但我觉得如果我去球赛，我一定都在看啦啦队，就不爱看球赛。但是我名字叫 Mego， 品涵是大叔的灵魂。好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抱歉抱歉，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妹子，我去看了妹子，他们也会休息。你们看妹子看妹子，听得懂吗？很复杂的关系，你们刚看妹子看妹子，你们看的妹子也在看妹子，还有统一的妹子可以看。谢谢吉姆罗的眼睛夜障中，什么绕口令？好哦，走吧，好像又被陈子豪洗脑了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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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炸裂陈子豪，一级炸裂陈子豪。他在看，我在看，他在看。谢谢佩佩的 kiss 啾啾，推荐四到六局有小朋友比较好看。你在台南读书，所以都看统一的。谢谢摄影的啾啾你哦，谢谢摄影，伴随品涵一起看。谢谢摄影的猪猪牛，谢谢浩逸的枫叶，谢谢浩逸。大家如果那天有拍到我的美照，记得可以帮我修图一下，然后 tag 我哟。期待我的美照。大家如果有拍到的话，可以 tag 我。他可想拍很多。有，那天有看到你们有来，我看到我的应援金。卖面什么什么没有啦，是我刚刚在踩垃圾桶啦。我无聊的时候就很喜欢踢旁边的东西。我在踩垃圾桶，已经是美照就不用收了。
整理没到，我已经瘫在电脑前面了，感觉应该发了很多张吧，超级多张，大家应该会整理一段时间。你们大家应该才能懂我平常拍照是什么感觉吧？平常拍照就是像你们一样，大概拍了20000张，然后还要先挑喜欢的，然后喜欢的挑起来之后再筛选，筛选最精选喜欢的，然后再修一修上传。对，大家可以顺便体验一下我们平常修图自拍的那个感觉。对，就是这么多张，就是这么的精挑细选。懂你平常看自己的感受。谢谢阿华的看好你哦，换个维他命 C 洗。我现在每天早上好酸哦，都会喝一杯维他命 C 水，我觉得好像对身体蛮好的，就是那种放一片进去然后发泡的那种嘛，然后丢进去开水里面，它就会变成柠檬水的感觉。我觉得我这样喝下来觉得好像对身体蛮好的，好像对皮肤也不错的感觉，因为平常在外住很少可以摄取到足够的蔬菜水果，所以只好靠这个补充。好酸哦，但是不会到难喝了，就长这样黄色的，好酸。觉得皮肤好像有比较好，我看它上面是写可以养颜美容啊，然后补充维他命 C 啊，就好像不错。开始20岁之后，开始要吃一些健康食品，开始觉得好像需要补充一点什么 B 群啊之类的维生素啊。那个前阵子不是嘴破吗？然后就开始意识到好像需要哎。我前阵子嘴破，然后就喝维他命 C， 好像就比较快好。我以前不太喝这种维他命 C 或是补充 B 群什么，但前阵子嘴破之后发现好像需要哦，所以就开始喝，开始重视也不错。大家也要照顾好身体哦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营养均衡，正常吃饭，大部分营养品都是多余。重点是很难营养均衡呢、啊。对，我觉得在外很难营养均衡呢、欸，很难真的吃到足够的菜跟水果。而且有时候工作一忙，又也没办法好好去买个饭，就只能可能便利商店或是叫外送，然后可以赶快进食那种。很难吃到蔬菜水果吧？对啊，真的蛮难的。营养均衡套餐的噱头。Hello， 杨雄你好，李天天你好。DHC 野菜丸，谢谢博维的告白气球，240颗，380元。自己吃饭也超不均衡，通常都会知道说要均衡，要均衡，但是很真的要做到，其实蛮困难的吧。以前在家里，爸爸妈妈还会就是你知道帮你注意，然后会去买一些蔬菜水果之类的，但是现在住外真的很难。结果上次那个一天牙套后来怎么了？上次一天牙套我就真的戴一天啊，然后我就换了新的，但还好新的还算就是卡得上去，就是没有觉得特别紧，所以应该就是真的戴一天吧。
所以我就真的只待了一天，然后就换了一副新的。对，很神奇吧？懒惰的话，至少营养补充品还记得吃。神奇的牙套，现在还有戴牙套吗？现在没有，因为我刚吃完早餐，然后要刷牙的时候发现没有水，停水，好像清洗水塔吧，然后停水，然后忘记储水了，所以我还没有刷牙。现在应该有水了吧？等下去刷。Hello， 袁静，你好，谢谢阿豪的 Popcat。 直播刷牙吗？不行啊，我刷牙很丑哎、欸，我刷牙的时候很丑。居然有泱泱的啦啦队，他之前是拉米狗的，居然。泱泱哎，泱泱之前是拉米狗的，泱泱是那个木曜的泱泱，他以前是拉米狗的，5年前，2015年，6年前，原来他是啦啦队的，我来看一下留言，我很喜欢看 YouTube 下面的留言。很喜欢看网友的留言，看完之后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赞叹演算法了。年轻的泱泱真香，下面都在留言真香、真美、好看。神奇的演算法，好好笑啊！赞叹演算法。好好笑，好喜欢看上面留言，你真的很舒服。我就是个大叔啊，没事啦。TP 新的引进到底也是很多，真香真香。大叔喊。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很常去看我们频道下面的留言，很喜欢看留言，也是真香真香，大家应该也是留言真香真香吧。台盐时期的品涵被带走，我好饿哦。他想要螺丝方块吗？可以吗？他录完影了，真的、哦，大家不要去打俄罗斯方块，跟切号一起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是这个家的俄罗斯方块之神，他们都打不赢我，我真的超强。要看吗？可以啊。那要搬去客厅直播。那我剩半小时。龙龙，龙龙大便了。龙龙，嗨，巨龙，巨龙过来。Hello， 巨龙，你们想不想看龙龙？那我要小心，不能拍到后面的东西。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要怎么拍哦。我要怎么拍到智龙啊？他会拍到，我先遮起来哦。嘿，龙龙，智龙，好可爱哟、哦，智龙。那我现在怎么到外面啊？遮着吗？那我出去了，各位，等我一下啊，我先把镜头摆在外面。大家想不想看我打俄罗斯方块？嘿，来得及吗？我剩半小时。剩半小时。哎呦！有点暗。这样大家看不到荧幕。哦。镜子吗？对。
谢谢樱桃猫的星辰，智龙，好可爱，智龙出来了，切换一个蛋，我会调到它吗？哎呦，我会调到它，这次能看皮涵大赢特赢吗？等我一下，而且我上次是背起，我转个镜头，不对，应该要先切过去那个画面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是不是有点？谢谢佩佩的红玫瑰。没关系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剩半小时。好棒，太大声。Hello， 吉姆罗。下一次，他们说下一次 ASMR。谢谢阿华的红玫瑰。先转吗？转镜头。等一下哦，不会 ，sorry。嗯，怎么摆比较好？这样吗？这样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吧。挡到电视。你想吗？你之前怎么调的？我之前怎么用的？是吗？啊，你这个再斜一点。哎，要没有你。脸超小的，你再过去一点，你再左边一点，你坐在地板上，这样荧幕剩一半，这样。这样看得到吗？这样可以，只是我脸蛮暗的，我脸蛮暗的。可以，这样会挡到我镜头。我是右边的吗？哎、欸，奇怪，哎、欸，我是左边的。那没关系，就这样。你 OK 吗？我可以啊。我可是俄罗斯之神，那有什么不可以？滴滴滴！我是右边那个哦，这样大家看得到我的那个镜头。可以吧？这样反而比较清楚，因为挡到的是我的画面。好，因为你的是右边的。开始。好紧张，突然要玩给大家看，我是右边这个、哦、红色框，对，MC 有时候有说过吧，之前去累去加我。啊，完蛋，我选错了，可恶。不
行，我现在在直播，我没有办法专心玩。可以，借口借口。No！我现在脸是不是看起来很认真啊，大家？我现在很紧张，请帮我加油。这把不算，不行。可是我按错哎，耶！我赢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很紧张。切换快打了平衡战，我是不是蛮厉害的啊？好，谢谢佩佩的掌声鼓励。哎，刚才那一把不算，我本来要赢的，应该也没有。救回来了，救回来了 ，Yes， 我赢了，我赢了，谢谢艾拉的掌声鼓励，我是不是俄罗斯之神？不算。
谢谢幻影战士，一次先留200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有？下一场吗？你怎么不服输呢？我是俄罗斯之神，俄罗斯方块之神。我赢了，厉害吧各位？谢谢阿哈掌声鼓励。怎么还有啊？最后一场了，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因为我要下播了。
一个按错。怎么办？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好，拜拜。哇，他死命在撑哎，好好笑哦。他都给我我不要的哦，烦呢，没了啦。给我我不要的、哦，拜拜。他下播了啦。啊。哎呦。嗨。没有，我还是俄罗斯大神。我昨天赢了大概六场。我昨天赢了大概六场。那我应该要进去，进去。你就在这种。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玩。有抽签啊。不用了啦。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。随便喊个号码。谢阿元的掌声鼓励。就不会不公平。还有，嗨，俄罗斯之神。下次跟有啊，上次有跟林一玩，
我们在他家玩，然后跟世界比赛，但好像最高只打到十几名而已。谢谢博云的时光倒流，谢谢后宽的紫仆守护灵，谢谢这庄影的告白气球，谢谢科技宇的告白气球。大家最后我再来业配一下，大家记得要预购我的圣诞 T 哦，非常可爱，非常穿。然后回房间马上说在这就好了，预购了，记得预购起来。未买什么？你居然没买？欢迎战士。罚你买个三件，这是 Switch 有什么？不是，这是 PS5 预购，谢谢大家，小贝贝可爱可爱的，大家记得预购起来。谢谢阿华的星辰，预购到什么时候再说一下？预购只到11月7号，大家要买要快，等下一起去买。压线压一个，那我先指定一个数字好了，然后再来念排名。对，今天的幸运我想一下，6号好了，6号第六名。那我要来念排名了哟，各位，念排名 ，Go Go， 这么快，该买了。对啊，只到7号哦，各位，预购只到7号。请买起来，我身上这件是 M 号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我先来念排名，第10名奕晨，第9后宽，第8博维，第7博云，第6中影，第5圣影，第4Paxson，第3科技鱼，第2金佑，第1志宏。恭喜志宏、金佑、科技鱼，还有刚刚第6名的中影，可以指定。11月7号晚上6点，没错，只到11月7号。今天是真短发，对，剪了，真短发，大家可以开始指定了哟。志龙呢？志龙，刚开播前我们找不到志龙，超紧张。他直接那么大只凭空消失，你们知道他躲在哪里吗？他躲在衣柜里面。然后被裤子盖住，整个看不到他。我们以为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，吓死了。猫咪真的很会躲，猫咪太会躲了。智龙调皮，我们真的东翻西找找不到他，想说他那么大一只居然凭空消失吗？吓死了。他躲在室友姐姐的衣柜，保护色，真的保护色，好好笑。完美隐身，大家可以开始指定了哟。指定留下次，好，没问题。关灯也找不到智龙的感觉。今天指定跟上次一起，没问题哦。大家想指定什么？头发都好短哦，好不习惯哦。你觉得短发好看吗？我比较好看。谢谢猫系女友中的平安就是这样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、啊、蔡英文真的、哦、不要讲那个会有争议的那个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总统啊。你不要乱讲一些奇怪的话，我现在在直播哦。好，没有乱讲话。谢谢蓝熊的眼睛夜障重，算了，你不要讲话好了。好，等一下我被 ban 掉怎么办？不可能。现在好短哦。那林婷丽，等一下，我不能讲话了。刚好没听到，没关系，刚刚的话都不重要，不用听。大家如果有直播档，再帮我剪掉。那个哪有不能讲？Hello， 莫名其妙。大家可以指定了哟。志宏说指定留下周，好的，没问题。
谢谢 TTP 棒呛的星辰。希望今年的圣诞 T 可以卖的比去年还要多，麻烦大家了。好，今年的生日愿望之一，会不会太浪费啊？用那种，还好吧。指定夜市小老板叫卖小贝贝 T， 来哟来哟，各位男女老少通通自己过来哟。这一件呢，是我们今年最可爱的圣诞 T， 小贝贝平安圣诞 T， 大家一定要老怎么那个怎么的老定就老卡，然后嘞老定就老卡，阿爸叫妈妈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讲哎，那个叫什么老定就老卡，厝边隔壁做伙来妹哦，好吧，我还是讲中文好了。大家赶快来买我的圣诞 T 哦，非常的划算哦，可爱又实穿，平常出去穿也可以，男生女生都非常的适合。好可爱！欢迎预购圣诞 T， 预购只到10月7号。大家要赶快预购，不然就会错过哦。这次明信片要写什么？你们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咯。走过路过不能错过，好期待！谢谢指定。等惊喜，哎，你要帮我推销一下，你的朋友们也买一件啊。大家都直接定下来。对啊，你要记得帮我宣传呢。有用呢。卖不好的话，我会很难过哎。有情了。没有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好吗？切换先买个几件。大家可以买来送朋友啊，或是推坑朋友一件这样，对。怎么情了？没有没有情了，情了，我没有情了。情了王，好想吃干面，等一下不要煮干面。好啊。嗯，可以去煮水了。啊？为什么我？可以请品涵跳一小段最近学的舞蹈吗？那我跳舞单怎么样？最近学的舞。还是我跳应援舞啊！我最近学的舞蹈是陈陈威陈陈威陈威呼哈，还是要跳舞的？你们觉得哪个好？陈子豪吗？那我跳个应援舞怎么样？应援舞吗？好哦。陈子豪怎么唱？大家要帮我唱啊！噔噔噔噔噔，炸裂！不行，我要脸比较好看。炸裂！陈子豪，一击炸裂！陈子豪，这是我最近学的，刚刚学的。炸裂！陈子豪，一号重磅！陈子豪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应该有模有样吧。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阿华。谢谢天气凉凉睡意高涨不想上班送的掌声鼓励，可爱死了吗？那我要叫涵涵吗？人家都是圈圈果果，我是涵涵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涵涵，涵涵，我是涵涵，直接跟彩杰撞名。谢谢中影的掌声鼓励，超级喜欢，谢谢指定，柯基鱼可以吗？这指定，您还满意吗？秋涵涵，超级喜欢秋涵涵，谢谢平涵，不客气哦，大涵。
你怎么还在玩？煮水啦！我想吃面。我要自己弄。还是我现在去煮水？不行，来不及。你在直播吗？是多饿啦，超饿，有没有？你为什么不帮我煮水？八号失礼，一号中班，谢谢。有水啊！啊，有啦，我刚开有水。自主练习魔术方块，直播煮干面。双燕你好，有吗？有吗？下班煮面。回回你好。Hello， 希望大家喜欢。喜欢什么？我每次的结尾都是希望大家喜欢。喜欢什么？等一下我想想。希望大家喜欢前天的首场表演了。对，还有喜欢我的应援题。我每次不知道怎么结尾，都会说希望大家喜欢，喜欢我，对，希望大家喜欢我，谢谢。也喜欢，对，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新短发，有点还不太习惯的超级短短发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小贝贝 T 素素的蛮实穿，对，他真的很实穿。就你这样戴个帽子，穿个外套出门也可以，然后配个牛仔裤啊，大家一定都有牛仔裤吧，完全可以哦，男生女生都很适合，而且不会到太宅吗？对，就是很适合穿出门的 T 恤，真的很像 Uniqlo， 哎，是不是很像？是不是很像 Uniqlo？ 对啊，把品涵穿身上，大家记得预购起来。背面是这样，对，现在短发更露得出这个背面了。背面是22岁条码，它正面是这样，绝对不是草，没有哦，它是平衡，对，是平衡，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。You need build flower， 希望大家喜欢啦。那我有没有漏掉谁的指定呢？还有谁没有指定我漏掉了吗？嗯，差不多要下播了。我有漏掉谁吗？刚刚是不是中影？中影有指定了吗？中影。谢谢丫丫的枫叶。斗六都留到下次吗？还有谁的指定还没有看到吗？嗯，差不多要下播了哟。谢谢柯基鱼的枫叶，谢谢。麦麦啦，中影已经不在了，是不是？我记得他好像还没指定，还是他留到下次？期待方指定留下次，好的，没问题。那就这样喽，拜拜。等我的业配圣诞节的文章，拜拜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拜，吃面去了。还有2分钟了，跟你们开个玩笑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大家可以再继续看一下我，反正时间没算准吧。跟大家开个玩笑 ，sorry， 大家会不会觉得被我耍的感觉啊？我很抱歉。掰多久？时间掌握度不高，真的很抱歉。谢谢阿华的眼睛眼妆妆，等红包耍我耍我，秋涵涵来一下。大家在欣赏一下我的新短发，是真的蛮短的，但我很喜欢的，我觉得好小一个头的感觉，很像看起来年纪更小，没有吧？可是我觉得我长发比较小哎，短发也比较长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帅嘛，干练，
淡脸是吗？嗯，你好敷衍我。没有，我在希望大家喜欢。好啦，现在真的是差不多了，白龙干，现在没有要跟你们开玩笑了，对，差不多下播了，拜拜，各位拜拜。现在是准的，对，现在是准，拜拜啦，不开玩笑了，拜拜。圣诞节记得预购哦，拜拜。